Lisa 终于更新曼谷生日素材。26岁小公主的生日 party 真的好有爱好温馨。自从 Lisa 结束马尼拉巡演，直接回泰国和家人庆生后，粉丝就一直在等待 Lisa 更新生日美照。直到昨天晚上， Lisa 终于开始暴风更新，粉色连衣裙搭配红色丝带，泰兰德小公主真的不要太美了。就是这夺目的红袜，和她大姐的怎么那么像呢？这次生日 party 主题看来是粉色呢。Lisa 邀请的是在泰国的至亲好友，爸爸妈妈、外婆也都在哦。被亲情和友情环绕着的 Lisa 能看出真的好幸福。晚会上光是蛋糕就准备了4个，看 Lisa 吹蜡烛都得费不少劲。这个雪宝蛋糕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呢？之前 Lisa 和姐姐们搞怪翻跳好友来一看，穿的就是雪宝的衣服，真的可爱爆了好吗？以后就叫雪宝莎吧。Lisa 开始更新后，亲朋好友也纷纷跟着更新。好姐妹戴安娜今年依然美丽动人，旋转木马蛋糕和布兰妮蛋糕就是她送的，花花蛋糕和雪宝蛋糕则是2月送的。他们真的都好爱她呀。仅仅只有26岁的 Lisa 就已经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，而对于她来说，未来依然还有无限的可能。